现场聚集五六台车，车上起码有20多人，一拥而上，有人持棍棒挥舞，混乱之中，甚至有人举枪。 在场的人立刻鸟兽散，没想到这时一台银色轿车突然一个转弯往人群直冲。三人被撞倒地，其中一人头部重创，紧急送医。三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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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人
半夜相约渔港谈判，牵涉枪支，警方将持续追查。记者彭志明、杨胜荣、彭欣，苗栗报道。